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涛，还有大家的老朋友詹俊。哎，你好，王涛，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解说比赛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。定点很多，多好的机会啊！这是个超级射门，多么华丽的进球啊！啊，开局不错，马上就占据了主动。他们的第一脚射门就进球了，比分是1-0。已经快要进入他的射程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！攻防球员踢得太棒了，努力的想要进球。队友从右翼插上，传跑一致，配合默契。组织进攻非常默契，对方能守得住吗？他准备过人，好的，多好的机会啊！多好的机会啊！啊，又把球权抢到了自己脚下。这是个干净利索的抢断，这对门将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机会啊，为了进球射门，他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。比分现在是2-0。耶拉维奇，他身旁有队友在接应。进球权转换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！他在为射门做调整，就为了进球起脚吧。门将再次将球扑出，到了中场休息时间了。当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在期待，这样的优势呢，就像大卫和巨人的战斗一样，应该是很明显的，至少过程中显示的也是这样啊。嗯，有时候足球会有很多的冷门赛果出现啊，但不是今天。这进攻战术还是很不错的，1-1。右路有队友过来接应。好机会啊，他要打门了，门将准备很充分，这个扑救太棒了，非常棒的扑救，但是你可能更希望看到有球进去。失去了控球权，中路的队友现在没有人盯，好机会啊，值得一努啊，漂亮的进球。
表现一直比对手出色，比分也真实的反映了出来。他们现在已经拉开了和对手的比分差距了。好球，其实后卫盯他已经盯得很紧了，但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射门。可身旁有队友在接应，王刚，多好的机会啊！这个防守啊太强力了啊，差点就让他们进了。这是个极好的机会，看起来他们还有机会拿下这场比赛。3-1，已经有4个进球了。队友接应的速度很快，传球太糟糕了。防守，看看他这个区，一次起脚，漂亮的进球。但是他梅开二度，看来他的状态是势不可挡啊。我不知道哪个门将能够守住这球，角度很刁，他本不该从那射门的，但这是一个能得满分的进球，一点也不缺进球。4-1，非常轻松的拦截。出了底线，下面是球门球，啊，现在重来了，球门球，好，球门球来了，是个球门球，裁判们非常确定这是球门球，这就是替补队员的作用，现在有一名替补队员被换上了，夺回了控球权，他在四处寻找支援，队友及时的赶到了。怎么看呢？获得任意球，快速开出，支援的队友过来帮忙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！找准目标，哦，射门被破坏了，太勇敢了！再一次凶狠的抢断后，球又丢了。裁判示意发球门球，不得不承认啊，坐在我们四周的这些球迷啊，热情是完全被这两支球队给激发出来了，我们在这儿被他们的歌声快震聋了。的确，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。王刚，韩鹏，王刚，好机会啊！防守队员表现很出色，球直接开到了门将的地方。哨声响起，今天的比赛结束了。今天这支球队太不冷静了，输球又输人，俊哥是吧？啊，是啊，还有他们就是也令自己的球迷啊太失望了。